可以请你告诉我，现在的你是陈玉茹还是黄宇轩？我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，我不会喜欢上你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喜欢我了。继续讲啊！我们是要尊重你啊！我带思源，你带玉茹哦。你凭什么？陈思源是跟我，不要吵了好不好啊？你们问我才不是尊重我，你们问我是因为你们谁都不想要我。别烦啦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宇宙中最暗淡的那颗星。拼命的发光，想要有人发现我渺小的存在。我的秘密啊，连莫俊杰不知道。你答应我对他保密，我就告诉你。嗯，我不会告诉别人啦。我觉得莫俊杰说的没错啊，是他们活该啦。就算莫俊杰没出手，我也会教训那个家伙啦。知不知道一个人要彻底改变自己是多么困难？他现在都好不容易才让自己变成你所喜欢的黄宇轩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看在他这么努力的份上，别再做出伤害他的事？玉茹，明天我送你去上学吧。你以后还是要常常带我来看看。宇轩，可以啊，现在就在这里，再也不会走了。拜托你告诉我。黄宇轩。他还会回来吗？嗨，请你不要再用黄宇轩的表情看我。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，我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黄宇轩，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没有怪你。我很感谢你。